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培，今天是神魔之塔的脱衣舞王地狱级啊！为什么是脱衣舞王欸？妈的，打到王冠没打一回合，他脱一件啊，太 A 啦，脱真的脱光光啦。那这次的关卡其实有那么一点点的限定性啊，你一定要大胜，或者是有任何的其他可以降防的小怪，降防的卡片，然后再配上一只炮手或者是 IT 之类的东西，才有办法稳稳的破王冠啊。那我们选择的是光希腊队，光希腊队到底什么好嘞？哦，因为第一点就是咱们可以靠天降，第二点就是回血上面呢比较容易回满，比较什么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哦。那为了打这个关卡，妈林北吃了整整是五只鸡架啊，五只人面小鸟啊。那第一关我们稍微做一下洗技能的动作，不要打太快，千万不要打太快，打太快可能待会就会发生什么不是太开心的事情。反正呢，第一关我们呢基本上星珠多，所以呢不会有死亡的危险。然后刚刚在拍影片干，没啦，太小啊。不过没关系啊，没关系啊。咱们做小蝶珠宝片基本超级七公母，你看这个光珠开始冰冰蹦蹦，滴滴来无跨了不？有五百五波比波百次代级，然后来直接一波将两边两只小怪带走，你在中间继续洗人。其实呢，我是没有很想洗的啦，那我们就直接跟他说再见了啦，好吧？哎，拜拜。死了你！这冰冻珠，哇塞，哇塞，哇塞，还在降，哇塞！然后真的想要拜托大家一件事啊，你知道我因为新北最近在当兵嘛，我能拍影片的时间呢，也就只有假日这两天啊。其实准确来说是一天，礼拜六一整天。那礼拜六刚好卡到你们的地狱级啊，那基本上我一定是先以拍片为优先啊，这个影片要先出来，我才有时间给拍地狱级嘛。不要每次我一播影片就问我，地狱级嘞。第一集嘞，第一集嘞，我很努力在拍啊，你等我一下，不要那么急嘛，好不好？这人要有耐性啊，没有耐性成不了大事啊，你知道？好来，我们就第二关是水游啊，水游是女的啊，你看她那个，以前是小笼包，现在变大笼包了啊，现在有点大颗，所以应该可以很明显的看得出她是女生。如果你还不知道水游是女生的话呢，你可以把图像点开，仔细的观察一下她的第二性征。是非常非常明显的，现在小时候是看不太出来的啦、那当然也经过了一阵子这个去韩国啊去泰国啊的发育之后呢变得非常非常雄伟啦、好，咱们在这一关稍微再洗一下下，我们就可以直接准备要进王冠啦、好的，这地方我们可以直接选择将我们的路西法给打开啦、路西法打开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双双转啦、反正那个攻击力上面可以说是爆高、爆高、爆的那一种啊，最爆的那一种。哦，这个11、12、13、14、14，看能不能一波带走，没有任何问题啊，没有任何悬念。好，我们技能洗的差不多了，已经几乎全跳了啊。那咱们这个地方呢，就每回合都一样啊，都一样。那记得要回血啊，记得要回血。康博数上面也不用转太高了啊！你看这个天降就是一直来啊，有凹槽就有高潮。最近又出了一个什么古希大神啊，全部都是三个连在一起就可以消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好用啊，还蛮不错的啊。没有，出150块就有了，没钱没关系，哥哥待会出给你啊。我不需要。我们进入这一关的这个，直接把整个版面换开。换开之后呢，我跟你说啊，咱们就不害怕了啊，就这样手就放了啊，剩下咱们就交给天降。你看这天降降的美不美？超美啊，是不是？啊、没死，我操！再给他降一个。来吧，这次你死定了吧，暗游！啊，这个很明显的第二性征暗游，下面很长。我说的是脚很长啊，很明显应该是个男生啊，应该是个男生。好、的，就带走了，咱们就进入王冠了。王冠怎么打呢？我跟你说啊，你别害怕啊。首先呢，咱们先做这个大神打开，再把这个点下去。没事。太多。不过没关系，应该也有半血就 OK 了。有半血，您就没有危险了。哎呀，我忘了开啊，妈的！不过没关系啊，咱们还有这个天降啊，十二康。我还有龙科，咱们靠龙科的力量。你渴望力量，我渴望钱啊，我也是女人啊，我也是，咱们能同病相怜的兄弟。好，11000分，拜托把它给带走吧。
哎，行，你看，立马一次拖两件，我打一只拖一件，打掉两只立刻裸了，你看看。好了，都开，也没什么好说了啊，就直接跟他再见了啊。哎，小天降，我说这个天降一定没问题的，是不是一个十七坑我就临时通关了？哎呀，作揖武王就这样出现了两回合，立刻脱光光回家了。好了，我是星培，我们下个礼拜见啦！我要继续剪下一个礼拜的那个，你知道每个礼拜要拍两部片片吗？啊，你们喜欢看的就是锁定一下，下礼拜三还有另外一部。今天的影片已经播了，赶快去看哦！再见。